Celtics came to our door. He came brave and bold, yo. The one sang, and the other sang, and the lady sang a wriggle tickle dipsy, yo.切斯特笔记藏书馆坐落于都柏林城堡，它于2000年搬迁至此，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藏书馆中收藏了来自西欧各国、伊斯兰世界和亚洲世界的丰富藏品，这些藏品都来自于藏书馆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切斯特笔记先生。笔记先生于1950年将他杰出的收藏带到爱尔兰，并且定居于此。他在1968年去世之后，将这些藏品留给了爱尔兰人民。切斯特笔记藏书馆是都柏林最受欢迎的文化中心之一。我们每年迎接约250,000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切斯特笔记藏书馆长期位列于在都柏林一定要做的五件事之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由于我们馆中藏品的多样性和我们为游客提供的特色展览。当然，藏书馆对于游客是免费开放的，我们有两个永久展厅，一个是书籍艺术展厅，另一个是宗教艺术展厅。同时，我们还在临时展厅中提供丰富的临时展览作为辅助。通常情况下，这些临时展览或是以永久展厅中某一个方面为主题进行集中展示，或是免费展出其他藏品。这些展览与馆中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相结合，相得益彰，精彩纷呈。我们为参观者免费提供多种语言的参观导览服务，包括中文普通话、日语、阿拉伯语以及各种欧洲语言。我们还定期组织讲座、会议、研讨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将多种爱尔兰当今社会的重要文化融入其中。